是不是有什么的关心的是，该最上机场国际包机直航总算有好消息。因为洪重金宣布，家己到日本静冈将在5月25日由华航公司展开的包机首航的好消息。同时，洪重金更强调，希望最上机场会当有包机直接飞到中国大陆城市，而且是旅游业者更大愿望。上午十一点，由于洪重金邀集交通部政务处长陈纯正、民航局长沈启、华航总经理和旅游界的业者等数十人来到嘉义水上机场会客，同时向在场上百位乡亲报告好消息。因为5月25日，水上机场将有首次以包机的方式前往日本静冈，这对嘉义水上机场来讲是一个里程碑，也对地方观光有真大的帮助。嘉义能够当成为一个国际机场，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翁立伟啊。也到处奔波了这几年的时间，那也确定我们在5月25日啊，也跟日本方面谈好了，我们要飞静冈。所以讲，这也是讲咱嘉义地区的重大的一个嘉义，咱的阿里山，咱的鳌鼓，咱嘉义七大风光，出去讲嘉义一个鸡肉饭啊，你也要接观光客来，你要卖什么啦？根据了解，在台湾高铁营运前，最上机场一年的载客量高达40万人次，但现在只剩8万人次。而现在最上机场确定有包机形式飞往日本，也等于是国内机场变身为国际机场的好时机。对洪重金强调，5月份的首航是一个仪式，一个开始。未来飞往日本静冈的包机是不是会当持续，都必须要看双方的需求。将来咱需要照常着因来。帮我们在对方揽客，啊，降低咱整个旅游一个成本吼，啊，让咱的一般的行情，甲其他的所在吼，袂差距伤大。啊，将来咱慢慢咱带咱增加咱观光人客，所以咱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需要我们旅游业者的充分的协助。不过，旅游业者更期盼的是，家己最上机场能变成成为培养中国大陆一个出口，因为大陆客一年来台湾是高达700万人次。进一步，咱来争取着咱两岸。对方会当啊来包机来加入，作为因包机机场定下的定点之一啦吼。包括像成都啦、长沙啦、九寨沟都已经有在谈，包括武夷山。那我想，真的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翁立伟哦，能够把嘉义机场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机场啊。我们真的非常高兴，也乐观其成。洪重金强调，最上机场因为高铁营运没落，如果能发展成为两岸对波的机场，将更有助地方发展，也继续朝向这个方向迈进努力。新闻客业红最上乡采访报道。